竹山镇盐政、竹山、三重、中崎、核心、桂林、延平等社区，在富州社区的引领之下发展有成。富州社区发展协会杨理事长也深感欣慰，并表示将会持续努力来帮助更多社区。今年呢，得到我们很绩优的一个成果出来，在卫生福利部我们富州得到了童子奖的一个卓越社区，那盐政社区得到了卓越社区，竹山社区得到了甲等社区。那因为富州社区在今年呢，带领其他的协力社区呢，总共有八个社区，就连我们富州社区。那明年呢，我们预计再增加一个藤壶社区，就是说希望借由这样子的力量呢，让我们的竹山镇的所有的社区呢，借由旗舰社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，让每一个社区呢，能够在每一个面向慢慢的成长起来。盐政与竹山社区在今年度参与卫生福利部的社区选拔，表现亮眼，荣获佳绩。两个社区理事长都感谢富州社区对他们的协助，也将会学习富州社区的精神，来带领地方各社区共同成长。因为我们大旗舰现在目前有八个社区，那也在富州社区领航之下，那我们也跟着富州社区后面，我们今年得到了卓越组的卓越奖。那也希望我们往后的旗舰计划更顺利，然后也带领其他的社区一起迈向我们的卓越。那我们日后目标呢，也是在协助其他的各个刚新进的社区呢，我们也会秉持我们前面的社区无助我们的精神，我们一样会帮忙他们，然后呢一起拉拔他们，我们共同为竹山镇呢造成一个非常幸福的社区。看到这场成果展中各社区带来精彩的演出，展现出社区活力，县议员张志敏也希望日后各社区都能发展出自己的特色，让其他县市的民众看到竹山社区的力量。只有所有社区都来这里成果展，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排舞，我也亲身的感受说德山镇真的这个排舞的这个风气已经起来了，这排舞对老人对咱社团非常的帮助，所以未来我若谈机会，我嘛要借一个力量吼，来丰富咱德山镇，丰富咱整个大南投。咱你问讲，整个大南投的老人咱这社团拢会当有家己的歌家己的舞吼，安尼跳出来咱到时会用到每一个所在去展现咱社区的力量吼。议长何胜峰期盼借由福利化社区旗舰型计划的推动，能够带领更多社区共同成长，使竹山镇的发展能够更加进步。记者卢宇凯，竹山采访报道。